手华晨宇有着精湛歌艺以及出色的创作能力，累积了大批歌迷的喜爱。今年迎来出道十周年的他，日前举行了全国巡演，并在演唱会上宣布将推出新专辑《希望 Hope》。他表示，这次的专辑与上一张专辑是承上启下关系。上一张专辑讲述的是关于爱的主题，大多都是以人的角度去看待人与世界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人等。而这次的专辑则是以更复杂及矛盾的角度来创作。专辑中收录了11首歌，所有歌曲都是由他一人作词作曲完成的。他透露专辑名称中的“忘”是忘记的“忘”，希望大家在听完后能够通过自我审视及带有哲学的思考角度，选择让自己更舒服的生活方式。消息曝光后，随即引发粉丝们的期待。Bye.